棒棒糖好吃吧？还好吃吗？我跟你说，就我这棒棒糖，我今儿都快卖完了，就剩这几根了，知道吧？我这棒棒糖自己做的，外面的棒棒糖啊，添加剂太多。你尝尝我这个，都是水果口味的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水果的味道？还真有啊，这甜不甜？甜啊，这个好吃不好吃？你让我买你就直说吧，来给我五个。五个呀？啊，加加这个。来五个。这个你不要钱啊，这个什么那个免费送你了，这不咱们这回头客吗？好好吃，别一会儿吃坏身体了啊！不是你谁呀？你是？我是派来整治你，还整治我？咋的？我在这摆摊儿，碍你事儿了啊？对，你是没碍着我什么事儿，但是你触犯法律了。我搁这卖个棒棒糖，我触犯啥法律了？你有病吧你呀？根据国家食品安全法，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中导致微生物、农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危害他人健康的物质，明确有规定。而你这棒棒糖中添加了大量的添加剂，还有大量的糖精，而你这种情况得处于5000块钱以上3万块钱以下的罚款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报警，你这辈子算是完了。